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，怎么会知道以后的事？那起来动动看。去年疫情一开始我就被裁员了，后来我去做外送员，没想到挺喜欢的。 比起在公司要和同事相处，觉得我比较适合一个人工作啦。所以以后我也想开一间只做外送的便当店哦。我觉得只要好好规划，未来都会实现的。我还觉得我会结婚，会领养一只柴犬。 我们今天才刚认识，反正以后也不会见面了。你不用跟我聊那么多你的未来吧。